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玉日式炸猪排，这是这一间店侧面的样子。好，那我的粉丝讲说它是 CP 值很高的店家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好，那我要一个那个海老里鸡，再加一个唐扬鸡块。哎，谢谢。你们之后就要搬家了哦。对对对。哦，好 ，OK。多少？350。好，今天这张还算蛮平价的啊。这边的话就是剩以外带为主，嗯。哇塞，看起来很丰富的感觉哦。哦，炸鸡块整个都满出来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就找地方开箱看看。好，那就到旁边的拿破里披萨。现在就开箱吃吃看啊、哦，料还蛮丰富的啊、哦。我说之后搬家要搬到盐山夜市。嗯，它这个炸猪排的确蛮好吃的，嗯，酥酥脆脆，酥酥脆脆，嗯。而且价钱蛮便宜的。好，那就把握这个时间。老板说他在这个点会到月底。好，再试炸虾。嗯，哦，都很酥脆啊。
哦，这炸虾味道也不错。哎，都还吃到虾子。赞。哦，他另外一包酱应该是配沙拉的啊。酸酸甜甜的，很清爽好吃。我说它那个配沙拉的酱哦，在这个是唐扬炸鸡块，好 CP 值整个都超高的。嗯，但是炸鸡块好吃耶，要不要吃一个？嗯，又香又好吃，然后又 juicy 哦。这个店要从综合搬走真的很可惜， CP 值超高的。哦，这一块超大块，鸡翅这块整个滴出来，哇，真的很棒！嗯，那好像在吃大鸡块一样，这 CP 值很高。配上这个清爽开胃的酱汁，这个糖炸鸡真的很美味哦。很好吃呢。感觉都是满分，推荐各位朋友一定要来吃吃看，超好吃。嗯，哦，真的很棒。好，那个炸物真的是很好吃啊。哦，那我就拍一段走景，因为刚我以为 N 嫂她有点现场可以吃的披萨，结果他没有点啊。啊，就小小的走景一段了哦，应该再找新的店家应该找不到了。好。
好，那这边吃的比较多家，就再照一小段哦。这家的也不错，好，但是没有时间吃啊，因为炒它都是用外带的。然后这家推荐就是吃那个冻饭。好，现在就过马路哦。好，拍片没有什么默契的两个人。好，那个人觉得这家炸物真的很赞，尤其是那个唐扬炸鸡块哦，真的赞赞赞赞赞，一定要来吃吃看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